走在澳门大街上的靓仔，嘻嘻嘻嘻。现在你们就在这个袋子里，懂我意思吗？懂我意思吗？哇！我们现在要走这个 Macau、哦、像原始野人一样，算合适吧。 Justin What are you doing?我在这里站着，但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。Macau 真的很美。我十六岁，他说我老啊。确实很老啊。我十六岁其实很年轻啊。很老啊，很老啊。哇，你好帅！一起拍。哇，你好帅！感谢。应该说谢谢，我也是。谢谢，我也是。我呢？啊，谢谢你也是。好，你好帅。我也是，你也是。谢谢你也是。好好好。那我们你在拍 vlog 吗？vlog。看我双下巴。这次来澳门玩的非常开心啊，过一天了，明天就要回北京了，待着这几天就当是边工作边出差边休息了。我希望下次还可以来澳门。